家好，欢迎来到博士馆。今天要为您介绍的是飞鸿金刚鹦鹉油画。飞鸿金刚鹦鹉又名五彩金刚鹦鹉，产于美洲热带地区，是色彩最漂亮、体型最大的鹦鹉之一。面部无羽毛，布满了条纹，有点像京剧中的花脸脸谱，兴奋时可变为红色。尾部极长，属于大型攀禽。食量大，有力的喙可将坚果啄开，用钝舌吸出果肉。常于岩壁上啄食土块，一般是为了中和未熟或有毒果实而有之行为。飞鸿金刚是相当活泼且好奇的金刚鹦鹉。这类大型鹦鹉平均年龄可活到80岁，3岁开始便可交配。很快能适应新饲主及环境，一旦适应环境后即变得强壮。夏天特别喜爱沐浴，常常嘶声大叫，若用心教导会有不错的学化能力。它们五彩缤纷的羽色与硕大优雅的体型深得人们喜爱，但它们美丽的外表和高价位也成了盗捕者的主要目标之一，使得现在成为濒临绝种的鹦鹉。